海洋生物大纷争，天选小浪来摆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浪，这集我要帮助的是灰青鲨。哦，嘿，小样，往哪儿跑？嘿，嘿，各位小伙伴们请见谅，我们灰青鲨一族性格凶猛，喜欢战斗，属于那种鱼狠话不多的类型。哦，一般情况下，别管你是啥，只要你敢招惹我，我就敢上去咬你。哦，只要是说起战斗，我们灰青鲨一族就没有一个怂的，因为怂货在娘胎里就已经被淘汰了。一般来讲，都是从出生就开始战斗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从娘胎里就开始战斗。这一场战役也被我们一族称之为将士资格战。哦，之后再经历一系列的淘汰战、晋级战、争霸战等等战斗，我们一族成功的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濒危物种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也不知道咱这老祖宗是不是真的狗，咋就留下个这么个传统呢？嗯，所以我作为本族最优秀的鲨鱼，必须得想办法改变这一切。再照这么玩下去，我们一族迟早成为历史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想要改变现状，我还得继续战斗，不断吞噬进化。我必须站在这片海域的顶点，才可以彻底的扭转局势。嘿嘿，俗话说得好，能用战斗解决的事情都不叫事儿。走起，鲨鱼王，我当定了。哎，还是不行，战斗力总是差那么一点，但是我就是无法突破，难道是因为我们的种族限制？哦，那要我怎样才能够进化呢？嗯，这什么鬼地方？哦，灰青鲨超级进化，钢铁鲨鱼王。我的天哪，脱胎换骨，超级进化，哦，真的是太棒了！现在的我，一身钢筋铁骨，一口铁齿铜牙，就这样，这身体，整片海域怕是无与伦比的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等等，你们看我嘴里好像是个发射器，嗯，我来尝试一下，看能发射出什么东西。哦，嘿。我去，我的天，雷射光线触之即死，而且还有这么远的射程，这也太厉害了吧。哈哈哈哈，奇遇，真的是奇遇啊。就以我现在的这个形态，我看谁还敢在我称霸的这片海域的道路上阻挡我的脚步。我